哎呀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对了吧，只能这样了呀。要掉下去了。这个要准备生产。这个怎么说明啊？这个、开水怎么设置？要泡起来很快，很顺利哦。我都没烫到一个坏的。怎么那么顺畅？这个怎么哪里？啊，就这里是这个是温度，就直接这个是加减啊，直接这个是加的是减嘛？你说这个是直接加温的嘛？这个直接减的嘛？然后这个的话是把，就是不断的跳舞，这个呢？这个是卷泼时间，卷泼时间就是卷收废纸的时间，然后你废纸多收的多了，比如说把好的纸收回来，你把时间减。这个呢？这个是压上时间，我们压在产品上作用的时间。一秒四这样子哈。一秒一秒二都可以，哎呀，当这个一秒二三都可以，一秒钟都可以，应该是。我这个是为了烫好，烫的那个一点话，就是加的时间加多一点。这个是下压，我们手动调制的时候下压嘛，就这个启动停止必须在关闭的指示灯不亮的情况下，我们这样按。好，这个是卷纸，就手动卷纸的。手动卷纸。啊，这按下那卷纸。手动卷纸啊。这个工作模式看你就搭到仿型了。这个没有仿型。这，它这个就是仿型的。有的面板它也不一样，有的是打的平面可以，仿型不行。有的这个是打的仿型嘛，这个是仿，我们现在用仿型。有的是平面仿型都可以，打的平面还一样可以。张力马达，张力马达没有的，这个没有。我们这个机器张力马达是一边装纸的，没有。这个松紧度的两个东西调的不是很紧，它那个纸始终会拉过来的。你调的过松了也不行，是不是？它会很松的嘛。就松就自己调，这个打定时，不要打定点啊。定时。定时，这个是温度开关。